好啦，大家好啊！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就系一条 DSE 2012年嘅 Paper One 第二条嘅长题目。嗱，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条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而家就话啦，令个 A 成为公式3A 加 B over 8就等于 B 减1嘅主项。好，咁啊，先攞张单项纸出嚟先啦。好啦，咁喺呢一度啦，我哋先抄题目啦。好，拆咗佢先啦，就會係3A 加 B 就 over 8啦，就會係等於 B 減1。好啦，而事實上啦，個喺左手邊啊，個分母啊最亞定嘅，咁所以除8就變成8啦，調過隔離先啦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啦，就會係3A 再加 B。寫返好啲啦，就會等於8再乘以 B 減1。好啦，咁喺呢度啦，咁啊右手邊呢度有個8啦，咁啊兩個箭嘴抌返入個括弧裏面，拆咗個括弧先啦。咁所以喺呢度啦，我哋繼續啦，就會係 3A 加 boy 就會等於第一個箭嘴啦，就 8B 再減啦，第二個箭嘴啦，就8乘1，即係8。好啦，咁由於咧佢而家要 make 個 A 成為個 subject 啦，即係令到個 A 成為個主項啦，咁所以我咧就一定會留翻個三 A 喺呢邊嘅。好啦，咁至於個加 B 咧，調過隔離就變減 B 啦，就變做八 B 減 B， 即係七 B 啦，再減八。好啦，終極答案啦，乘三調過隔離就變除三，咁所以最後答案個 A 咧就會係七 B 減八。再 over 翻三，好啦，咁即係話呢個就係終極答案嚟噶咯噃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。如果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就到呢度噶咯噃。好，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